搞错了，再来。形容我的意思。形容我的意思。日前，李易峰出席某活动，被主持人问及网络用语 YYDS 是什么意思，李易峰不愧是冲浪小达人。YYDS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永远的神。对，随后被主持人要求加戏，换个方式回答。机智峰峰表示 YYDS 是形容我的意思。此前张杰、杨洋先后发文询问 YYDS 是什么意思，被粉丝调侃，看来还是李易峰冲浪比较多啊。李易峰真的是饭圈达人，高速冲浪在被科普 YYDS 是永远的神之后，还自信发言称这句话是用来形容自己的。李易峰不仅颜值出众，在抖包袱这块李易峰也是拿捏得死死的，真是好看的皮囊与有趣的灵魂的完美结合。